I don't know why I wanna cry， 也许这就是爱。Hello， 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空气我真的特别的嗨？Let me tell you why I'm so happy。 因为呢，终于我的假日来了，我可以休息啦，万岁！不过呢，当然非常有责任感的空姐一定呢会先教完你们英文再去放风的， Don't worry。 好啦，刚刚呢其实用了一个蛮特殊的句型哦，这个句型就叫做间接问句哦。所谓的间接问句啊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将一个 WH 疑问词引导的直接问句并入到另一个句子里啦。就拿我一开始所提到的Let me tell you why I'm so happy 的句子来举例哦。这句话想表达的就是，哎，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这么开心啦。我们先看到句子的后半段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今天是个直接问句，后半部应该会是要这样子 ：Why am I so happy？主词动词会是一个倒装的状态哦。不过啊，今天我们将这个直接问句与 Let me tell you 合并起来而形成的一个间接问句，这时呢主词和动词是不需要倒装的哦。另外句尾的标点符号则是呢前半部主要的子句而定哦。刚刚呢 Let me tell you why I'm so happy 并不是一个问句开头的句型，因此啊我们字尾放上句号就行了。如果我今天换成 Do you know why I'm so happy？哎，这时呢我就是用一个问句来开头，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开心吗？那句尾呢当然就是给一个问号咯。那当然不只是 why， 还有其他像是 what、 when、 where、 who 所引导的句子都能以相同的方式套用哦。要放假了，空姐想请问你们，拜托大家告诉我放假在家能做什么事情来打发时间呢？哎，用英文说的话，我们呢就可以先想出这句话所用到的直接问句 What can I do during my free time？那因为啊我要你们来告诉我嘛，所以呢前面我就可以这么加 Please tell me。 那两句呢把它合并起来，然后呢记得主词动词不用倒装， Please tell me what I can do during my free time。 以上的间接问句用法明白了吗？好啦，那到底可以做什么？